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6岁的捷克的小将斯库罗瓦。昨天呢，这前面这两位选手呢是在这个，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比赛。昨天他们是进行了这个冠中冠的争夺，在高低杠的比赛里。啊，这位选手身材很好，他的腿很长，因此重心很高。他刚才做的动作呢，前空翻动作也是相当的高。他穿体操鞋完成平衡木的比赛，嗯。美国运动员喜欢穿体操鞋，但是运动员的习惯问题，但是呢，穿体操鞋往往呢感觉到脚尖绷得差一点。嗯。刚才是做了一个侧空翻，是地主动作。那么逆转360，还有是一个大幅度的跳步动作，都是特殊要求所规定要的。刚才做的是猫跳接横劈叉跳，是转90度的横劈叉跳。